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十的0.3010啊，约略是二啊。那他问二的60次方是几位数了？那我两边给他那个取指数嘛，二的60次方就10.3010啊，它的60次方就约略是等于2的60次方嘛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等于十的哈、哦，3.01×6，那就多少呢？6×3=8嘛哈、哦，3.01嘛乘以六了，就18.06了，哦18.06，约略呢是等于哈、哦、2的60次方，啊这是几位数啊？这个整数部分哈、哦，整数部分它是19位数。哦，19位数，啊，这个数约略等于这个嘛，那这是整数部分19位数的话，所以这个是19位数了，所以是几位数呢？19位数了，所以答案是19位数了。哦，这一题的话呢，是等于那个19位数。